你的收購目標是不是世代物流啊？你和趙海都要小心一點，世代物流很快就會有麻煩。如果趙海缺席支持他那班董事呢，會支持我們這邊這麼有信心。聽日趙海來不到開會，為圓統養陰陽呈獻台慶劇企業強人，今晚8:30翡翠台。